我带你去夜游。不要闹了，走啦！不要闹了啦，走啦！你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想问你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要怎么继续工作下去？华哥，你不是记忆力衰退，你是得了失智症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华视频道《初恋的情人》。